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母亲，她是2017年6月26日走的，你看她现在在哪里？我给她已经念了几百张小房子了。你只要告诉我名字就可以。她叫刘文英。刘文英。文是什么文、啊？文化。文化的文，文英雄的英。文化的刘文英。嗯，对，英雄的英。刘文。啊，你妈妈个子还蛮高的。嗯。花白头发，嗯，眉毛。嗯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眉毛还蛮浓的，嗯，嗯。嗯。现在在阿修罗道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梦到过他师傅。嗯，你还要帮他念，他能到天道。啊，那再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小房子是吧？啊。再给他念小房子，你可能要给他念蛮多的，你先给他念84张，看看能不能上去吧。哦哦，好嘞，谢谢师傅。你妈妈性格很好的，嗯、你妈妈。这辈子几乎就是受苦，没有什么做坏事，所以他能上天的。嗯嗯，对对对对，非常勤劳的一个贤妻良母。嗯嗯，对对，我们可好了，师傅。他欠你爸的，他欠你爸的，他来还你爸债。嗯，是吧？